现在都已经7:50了，那个包裹才打电话过来让我们去取，说在外边的马路上，我现在去取。天哪，等了一天了。今天一直联系不上那个快递员，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等了一下午了，就等了这个包裹，现在去拿。他说他到了。有人说我们那个放狗狗那个宠物把那个购物车上把狗狗放上去，你看他们还有的把那个拖把直接放上去了，直接把拖把都放上去了，拖地的那个拖地桶还有拖把。哎，下次注意吧，就不会把那个狗狗放到这个购物车上了。当时觉得好玩就把它上上去了。现在找那个快递员在哪？小龙坎，小龙坎，哦，在这，看到了。是这个吗？百世快递是你吗？怎么是申通的 ？OK， 拿到包裹了。这个是半斤的狗粮。我们昨天收到的快递一直没有开，是因为我们昨天一直在做视频，然后今天要出发了。狗狗的狗粮也吃完了，所以现在给它开这个包裹，因为这个包裹就是它的狗粮。之前吃的那个狗粮，它颗粒比较大。所以这次我换了一个颗粒比较小的那个狗粮给它，让它好消化一点，嚼得细一点啊。对，给它倒吧，就这样。这狗粮应该吃不了多久吧？吃到青海都没了。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我们还得再重新买。哇，好香哦！不要吃了。哎，这个小可嘞，上次那个好大颗。不过比较不好的就是我们没有剩下一些之前的狗粮混着给它交替一下。它是成年狗了，主要是快递太慢了，所以把我们之前的狗粮吃完了，它还没来。对，主要是没想到快递会这么慢。狗狗在吃狗粮了，然后我们也要吃早餐。昨天我们炸那个香蕉牛奶的时候忘了放链接，很多人都问我们要链接，然后我们都没法回复，因为太多了。我们每天都要吃这个香蕉牛奶，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补回一个链接，查一个链接。昨天还提醒你了，拍的时候提醒你查链接。上传的时候太着急了，然后就忘记了。就只能装一个香蕉，一杯奶。对。哎，班级又在那里舔舌头了，他好喜欢这个。来来来，班级，我知道你的最爱，来。每次要把那个盒子咬，你就在下面咬吧，不要上来，就在下面，不要上来。这个按两秒就好了，长按两秒，很快就好了。这个已经炸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倒一些淡奶星星到碗里面去，这样吃着才饱。香蕉味的早餐，早餐奶，剩下的给半斤涮瓶子。好嘞，我们再拿两个面包吧，这样吃应该不会饱。对，再拿面包。哎呦，半斤好喜欢吃他这个狗粮啊，一瞬间就没了，又在扯他这个奶。好了好了，这是给半斤喝的，你倒那么多，那就别给他喝了，算瓶子吧。这个算瓶子，然后开这个一样的，长按两秒。洗杯子，很快就洗了。它这个是充电的，这个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我上次充了电都以为坏了，发现是长按两秒。香蕉奶配这个什么早餐啊？蛋奶星星。蛋奶星星，感觉不够，又弄了两面包。我们应该再煮两个鸡蛋的哦。嗯。啊，煎蛋，算了，就这样懒人餐。因为我们今天要出发，所以就简单吃一点。
甜甜的早餐。好稠啊！好稠吗？现在牛奶本来就比较稠。嗯。毕竟它比一般的牛奶多了香蕉。面包好吃。嗯。里面有馅。嗯。里面有馅。嗯。班长要吃面包来，少给他吃甜食。班长，班长，好想吃啊他。我们吃完早餐了，阿龙现在要收拾东西了，要准备出发了。我们离那区还有300多公里哦，5个多小时哎。那至少中午都要出发了。5个多小时，我们走慢一点加休息，肯定要走6-7个小时，所以我们12点就要出发哟。对啊。那走吧。工作。去提两桶水，对，动作要快一点，还要去4S 店检查哟。我在想要不要去4S 店检查，因为在路上再看吧，因为现在还早，我去看一下里程公里数。半斤，我们今天要出发新的地方啦。笨狗，你怎么又把自己藏起来啦？嘿，好久没出发了，我好多天都没开车了。昨天这里当地人就说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安家？我看上次保养是10000公里，现在13000多啊，这个自动开了。我在想要不就不保养了吧。就不去检查了，因为我们沿途好像要经过格尔木吧。我把这个打开，打开看一下，好像都是正常的耶，正常水位。就这个，从我4月1号拿到这个车开始都没有加过玻璃水，所以我加一下玻璃水就差不多可以出发了吧。就在这里面。我们2个月，我看2个半月都没加过玻璃水了。真的、啊？从我出发到现在没加过，然后每次开车又在开始往玻璃上擦玻璃。感觉这一瓶都快倒完了，主要是2个半月吧，4月1号到现在接近3个月了，3个月都没加过水了。我们也3个月没洗过车，完了，没了。哎呀，我现在发现这个是什么水呀？神奇了，这可是电哦，这是电瓶呀。这个蓝色的是什么呀？哎呀，我在想还要不要去 4S 店看一下呀？因为我们不懂车，感觉这个露出来这个蓝色的是什么？你看一下那个蓝色，你觉得是什么？在电瓶上吗？这个啊。这个。对呀、啊，露出来的那个。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呀？我们两个傻乎乎的。要不我们发视频出去看网友怎么说？是不是它电池里面的电解质啊？啊？哦，有可能啊！你看那边也是，是蓄电池。那边也是，有对啊。那应该不影响吧？不影响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没有像红色的那个盖子不见了呢？你看这个有红色的盖子啊，对啊，这个没有了。可能是他给我们的时候，他就已经少了一个盖子了。对啊。是我们弄丢了吧？肯定就少了个盖子，关了。对，你小心点。加完了，加完了。对啊，那我们就不去 4S 店检查了吧，直接走吧，因为我们去那区还要好好多个小时啊。好，我们直接走。
那直接走了。